咱在座的大兄大弟、师兄师姐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咱即摆要过来继续这个角色圣经啊。你甲变讲，我因为我这本是第二个，哎，你讲啦，你遐是第一个。吼、哦，咱甲看讲，淫为万恶之首。淫，即摆讲这淫嘛，是讲邪淫。咱这个淫嘛，有一个正淫，啊，有一个邪淫。啊，你若咱啊，在家无出家的人哦。有翁阿母关系，即落是正缘。啊，若无吼，若搁在外口啦吼，安尼吼，甲别人吼，有诶查甫诶，甲查某诶，有诶查某诶，甲查甫，迄着邪淫。迄死了后一定爱落地狱。吼，即吼，即讲吼，阮咧讲拢有经典诶记载。啊，若出家人都无共款哦，出家人吼拢袂用得，拢若出家吼，你若出家了后吼，你着袂用甲，着袂用甲查甫查某斗阵。对这个问题吼，咱来看《佛陀大师典》也解说：在家五戒，违戒邪淫；出家十戒，专断淫欲；经中淫女，多障女房；专治男女私欲。今人欲依说文，改从三点罪离，混于成道；经中专治男女私。故将汝为徒，这佛陀大师典啊，这你若要吼要信佛教的人哦，必须爱买这经典。伊讲哦，咱在家爱修这五戒哦，在家你若去信佛教的人去修戒，讲杀盗淫魔酒哦，一定爱修这个五戒哦。哦啊，这个杀盗淫魔酒吼，咱即摆因为即摆无要讲，咱后界若有机会讲到遐，啊，就会讲讲什么叫做杀盗淫魔酒。但是呢，咱即马在家的人哦，只有借这个邪淫，这个邪淫，等下就讲较清楚。啊，若出家的人哦，就爱修这十戒哦，修这十戒，专断淫欲。出家的人哦，袂用个有查甫查某的关系。在家的人哦，咱若有正信哦，结婚啦，有户口在内，这拢有这正淫，这周公定礼吼，这为着要吼传后代，啊，这吼这袂要紧，这无罪。所以吼，若出家人都袂用个啊，专断这个吼淫欲哦，在这个古经典的内面，这个淫字啊，都写这个查某旁啦，或者女字旁，吼女旁，这就是啦，是专门讲查甫查某的代志，吼，这就查甫查某的代志。啊，若是当今的人哦，那照这个说文啦，这说文是古早的字典，伊即摆拢有当吼改做讲三字三点水这个字。啊，若用这个三点水这个字吼，你都爱阁看咯，看顶悬的文甲下的文，有诶毋是咧讲这个音标哦，毋是咧讲查甫查某的关系哦。有当时啊吼，这都无安那，若要讲意义就真多，安怎意义真多？比较若咧落雨啊，落啊落，安尼落几落几落十几工哦，拢袂停。有诶讲个阴雾，阴或阴就是阴雾，啊雾就是落雨啦吼，个阴雨啦吼。就是阴雾啦，安听有无？嘿，安尼啊，阴雾就是落雨落足久的。啊，你若讲咱道家呢，讲有当啊，大家互相咧吼，你快乐吼，讲阴讲乐而不阴，快乐的时候你袂使恶别来，吼，迄都毋是讲查甫查某的关系啊，迄种袂使恶别来，吼、哦。吼，所以吼，这吼解说会使讲意义真多真多。啊，那经中那专指专门讲这个查甫查某的代志哦。应该就要用这个女字旁哦，较有通啦。吼，你若用女字旁，就是表示讲查甫查某的代志，无安尼。啊，咱即摆过来看《佛光大师典》，邪淫为十恶之一，即在家者不可为之恶行之一。以男性而言，只以妻子以外之女性行淫，该为邪淫。伊即卖即个佛光大师典啊，即佛光大师典会使讲是佛光山即声闻法师吼，伊召集咱台湾的高僧，
甲咱即个吼大陆的高中所吼所集合的高中哦所注解啊，即个福冈大书店哦，伊咧讲较白话，啊那那福冈大书店讲的较文言，吼较文言。啊，伊讲即个社员嘛，就是十恶其中的一个，就是你啦在家的人哦，你袂用的讲哦，有查甫查某外口啦，住甲住外口有查甫查某的关系，这就是恶行的其中的一个。那以这个查甫人来讲咧，就是讲咱的某以外吼，啊，你住外口有查某吼，有甲查某的行为吼，啊，你这都犯了这邪淫哦。啊，那以查某人哦来讲，就是指你家己红晒以外，你若佫有甲查甫人来行淫，这拢是邪淫哦，这是福冈大书店哦，这就较白话哦。所以吼，这个淫字吼。修行人哦，足重要的哦，就咱爱了解吼，这个淫，这淫就是无正当。啊，你若有结婚，有户口在内，这拢袂要紧吼，这走周公定的，这是正淫。咱过来看《地图论》内底一句话：淫为不正行，迷惑失正道，伤命离诈死，受罪为冤屈，死后对恶道，出国勿乱淫。这地图论来会使讲，咱禅宗吼，这个第十四座吼，这龙树菩萨伊所做的，伊讲吼，这个淫是无清净的行为啦，会迷惑咱吼，咱世间人吼，啊要修行来失去吼，这个正道。有当时哦，性命会早死，啊那性命会早死，你若看报纸就好啊。有的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，为着这男女间的代志吼，啊来凶杀案。啊，凶杀案吼，啊，都会死啊，都有二三十岁啊，吼，为着爱啊，都来死啊，吼，为着爱情有呾，都来凶杀，都来死，吼，所以这个诈死，啊死啊有呾为着男女中间的代志吼，啊互掠去关吼，啊了后就变戆人啦，死后吼，死了后吼，我对着爱三恶道，安怎三恶道？地狱、五鬼、畜生，即个三恶道，或者吼也多。所以哦，袂使学袂来啊，吼，这就袂使学白来。这是地道论讲的。咱即马来看这个吼，释迦佛祖伊在楞严经，伊嘛安尼甲咱讲：淫心不毒，淫不可出；畅有多地，禅定现前，离不断淫，必入魔道；披顶诸魔，行有多障，各国自为生无上道。我灭道修，末法之中，多处魔民，弃性世间，空行邪淫，为善知识，令诸众生乐爱见起，失菩提道。这释迦佛祖在两千多年前，伊就甲咱推测，讲在这个两千年外后诶，就真侪宗教啊，拢是安那，拢是吼骗去啦。拢吼，安尼吼来即个吼，行即个无正当的路，伊都甲咱讲甲足清楚。伊讲吼，你一个人的即个阴心啊，即摆咧即个阴哦，即伊即个楞严经，即就是讲邪的出家人，出家人拢爱断啦。吼，我都讲在家人吼正言袂使，啊，即摆伊咧讲是讲出家人，讲即个阴心你若无法度除掉吼，你吼六尘无法度出，即个尘啊就是。六道啦，无法度修成正果，吼，绝对一定啊，在六道轮回，吼，在六道轮回。虽然讲你有真头脑真好，你真知识真高，讲你的禅定，你的出窍，哦，你哦禅定现前，讲你的禅定会出窍哦，会出窍。假使你一个人啊无断这淫，一定落吼，一定死了后爱打压落来这个魔道，啊，这个魔。即个魔道的人哦，嘛有真侪即个信徒呢，吼、哦，魔道的人真正有真侪，因为吼、哦，伊魔道啊魔师傅啊，就开一挂魔名，即一定的嘛，吼、哦，嘛有真侪即个多种，啊，个人呢，哦，个个就是每一个人讲我安怎，讲我已经哦，生无上道，讲已经我修成正果，我已经修先天道啊啦。无上道就是无法管的，好了，像咱遮讲吼，这无上道啊，吼，这无上，这是无上道。讲我修仙丹多啦，释迦有做，这个我就是释迦有做讲，讲我吼死了后，这个灭道就是讲一归佛啦，吼。啊，咱信宗教的人吼，无咧讲死，讲灭，
寂灭，就是讲伊生活，吼生活啊，若讲较白话，就是讲死啦。释迦有做讲，我生道，我死了后，我死了后咯，啊怎？在这个末法的中间，即马就末法啦。啊，话讲末世，啊话讲末劫，吼即马就是末劫，吼即马时期就是末劫啦，吼啊就是末世，吼吼讲在这中间啦，吼。有真多真正的魔民啊，伊哦流行啊，妄生在这个世间，扩大来行这个邪淫。啊你啊，啊怎行邪淫呢？扩大行邪淫，你报纸吼，在84年哦，你唔知有看？84年这报纸有刊哦，刊有一个宗教哦，啊怎讲呢？讲伊咧教主啊，啊你就来，你叫伊来信徒，讲你来教我困吼，教我斗阵困，你才会成道。迄做罗汉多也过唔免来出世啊！啊，你都唔免修行啊！咱都遐尼艰苦要修行嘞，吼、哦，咱用头脑来修。啊，拢一寡迷人啊，迷人啊，什么我无上师啦，我是活佛来出世，迄拢骗人啦，迄无骗，迄我大大加工，迄拢骗人吼、哦。这啊，这话释迦佛祖伊嘛安尼讲啊，讲你话，讲自己讲清事吼，吼、哦、无上师啊，活佛啊，或者这信徒啊，这众生哦，为着这个邪淫嘛。为了这个爱，这个邪淫建起落地狱啦！因为你甲教主斗阵，你就爱邪淫，爱落地狱啊！啊，就失去菩提道，无法度修善天道啊！哦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释迦佛祖讲。啊，我是代替释迦佛祖讲哦，我是代替佛祖讲。所以咱爱记，无这块代志啊！你若为人宗教啊，迄教主，什么你来教我困在成道？这无这爱落地狱嘞，这不是安尼。所以对这邪淫哦，咱爱吼。精神，你看那观世帝君就讲，淫为万恶之首，淫哦，咱是那观世帝君就甲咱指示甲遮清楚。所以你咧邪淫要精神中哦，要注意哦，那无你就枉费啊，枉费讲你来修行修到半小时啊。你甲一旦邪淫，你做善事嘛无效啊啦，一定爱落地狱啊，哦，都无效啊，哦。所以哦，咱修行哦，咱修行目的啊。是讲要后界看有法度讲啊，去出世好嘢人，啊那无就讲啊，要来做神吼吊拜，啊请观世帝君吼叫万民来吊拜。咱修行是目的是要安尼呢，哦，所以吼绝对袂用个过吼，佮教别人啦，佮查甫查哦，乌白斗阵，千万要谨慎，袂使邪淫。啊，咱在家的人吼就是袂用，出家人全部爱断这个淫欲。对这个问题啊，我今仔要来讲这个吼，这个邪淫的罪报。邪淫的罪报啊，这是真正的故事哦。我讲的这故事大部分拢真正，吼、哦，真正。这是阮师母啊所讲的。啊，我听了啊吼，我就甲记起来。阮师母啊以前哦出去外口咧宣道，啊伊会讲一寡故事。啊，我讲的故事哦，这嘛拢阮老师甲阮师母的故事。我拢摕迄落这啥，摕阮的迄落录音机啦。伊咧讲我甲录，啊录到变来我写，哦我拢我甲写起，哦我听了后，啊我来即摆讲，互恁大家做参考，吼、哦，互恁一个境界，互恁一个注意吼、哦，啊这是真正的故事，《论语》啊，这条故事啦，要来讲哦，对我无好啦，因为啦，阮师母的亲情咧，吼、哦，对上，若要讲哦，啊恁变无面子咧，唔过咧，为着要感化世间人。所以我无面子嘛，袂要紧啊，吼，袂要紧啊，吼。咱因为咱修行人，个人修个人的啊。哦，像释迦佛祖伊到尾伊嘛讲过，因囝善生到地界啊。啊，伊都伊话伊做一佛祖，伊都讲因的囝到地界啊。啊，我算什么呢？我是一个法律小子呢。所以呢，即话讲释迦佛祖善生到地界，即后界吼，我会因互恁，因互恁知影。即拢有根有据吼。啊，我袂要恶白讲呢。我若乌白讲哦，我爱落地沟抽纸巾的，啊，我无咧现讲哦，因为我来讲啊，也无代价啊，哦，我嘛希望咱大家有法度讲死了后成就去上天，希望是干那哩尔，其他拢无，这不是诽谤的吼，啊，这淫的故事啊，咱吼讲必先孝为先，
万恶淫为首，吼、哦，咱伊即摆吼，咱即个即关圣帝君嘛，安尼讲，讲淫吼是真厉害哦，吼、哦，真厉害。这是吼、哦，这是一种的邪淫。我即摆讲，这是在家一种的邪淫，唔是正淫。什么叫做邪淫呢？就是翁阿某若斗阵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。翁阿某若斗阵，啊，咱周公定理所写，这就是正淫。啊，若邪淫就是翁以外，吼、哦，翁以外你阁有查甫人，啊，某以外你阁有吼，某家己以外你阁有查甫人，啊，这拢无，这就是邪淫啦，无正式结婚的吼、哦、来动机。所以为着这块的代志啊，听老师的道理吼，真侪人吼、哦，拢邪淫吼。拢无动机，听老师的道理了后，拢去公证结婚。啊，你来去公证结婚，啊，你就袂要紧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以前吼、哦，真侪人吼、哦，真侪人吼、哦，翁仔某叫着查甫查某斗阵啦，想讲安尼就好啊，袂用咧，一定爱去公证结婚。啊，所以听老师的道理了后，真侪人拢嘛去吼、哦、去公证结婚，吼、哦。你若无办公证结婚哦。啊，你就邪淫嘛！哦，这真厉害哦，这厉害吼、哦！哦，啊，你来公证结婚了后，就变作正淫嘛！哦，啊，了后咱再过来行善，嘛要是善人啊！哦，就所以咱爱知影，假使你一个邪淫，你做善事哦，嘛无效啦。后盖要落地噶，落地噶了后，我去做正事，啊，是你若做善事，是做好命正事啦，哦，是做好命正事。所以咱文昌帝君啦，盖因保感讲。必先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。淫是天下大罪，就是你做较大的罪吼。比较讲你小贼啦，做一个贼啦啦，一劫一迄落强盗啦、抢人啊、劫人啊，这罪吼都无讲比这淫的还搁较重哦。这淫这，所以这淫就较重。啊，今仔日小妹要讲的这些呐，这是在民国64年7月29日。啊，阮叔表的阿姊啦，哦，这阿姊，啊，因阿姊死了后呢，啊，阮叔表就常常来思念伊啦，讲啊，啊，到阮姐姐啦，啊，死去啦，啊，唔知去倒位啊啦，哦，都在安想，因为伊早平常时的做人啊，啊，因为啊，伊都吼，伊若要讲吼，伊早讲伊在世间哦，无行为无好，吼，啊，伊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啊，你爱清气啦，啊，都嫌因翁垃圾嘛，啊，都搁换。啊！即马换，搁再换，搁因翁啦，搁介意性质无效，啊，就搁再换。所以呢，死去哦，刚迄年64年8月15日啊。啊，即吼、哦，即因为咱遮的人吼、哦，很久伊拢无听啊。我迄阵啊，我嘛唔知，即是阮师兄讲。那阮大师兄伊就知影啦。啊，阮大师兄啊，唔过阮大师兄已经归天啊咧，已经归天啦。所以呢，在迄当时啊，较早吼，在每年吼、哦，8月15日啊。啊，拢有在这吼，有这修心堂，安怎？阮老师伊也有采五圣莲啦，吼，伊采在遐，啊，拢有摆香宴吼来祝过天地，啊，所以阮老师吼就打坐啊啦，打坐爬起来，啊，面啊，这目睭啊，这目睭啊都红红啊呢，啊，一句话都唔讲，啊，阮师表就讲，就甲问我啊，老师啊，你是安怎呢？吼、哦，阮老师才讲吼。阮师表啊，因阿姊在地下去修行，是安怎？伊犯着这淫的关系啦，犯淫哦，修行哦，实在真可怜。因为我为着要讲这個故事哦，所以我无爱讲祖师讲，后盖咱老辈我才写祖师讲，写这淫哦受罪的这个厉害。啊，因为啊，阮老师哦去看到咧，这犯这个淫嘛。哦，或者伊嘛，伊在咧修行，会使讲真正可怜，哦，真正可怜啦，哦，有个人啊，唔知咧，啊你哦，查甫查某乱来啊，啥物未结局哦，要紧来死去哦，看有法度斗阵哦，唔通遐戆啊啦，死去的时候，个人一位啦，卖讲是地狱，就是咱即马咧关犯人嘛，同款啦，你嘛是爱查甫一间啊，查某一间，哪有可能我同间，所以无想无遐戆啊啦。在当时啊，因为吼，阮师表的阿姊吼，伊犯淫，犯着呐，犯着第四种，伊有分啦，分重轻，啊，伊迄犯着较轻吼，即较轻啦吼，即犯了，总是啊，会使讲，阮老师看到足恐怖，足恐怖，太可怜就是啦，吼，所以有人讲啊，死去哦，要穿几领衫，你若看迄地下图哦，地下拢无穿衫裤，你穿10层、20层同款，你若犯落去地下哦。
拢赤身裸体，拢无穿衫。哦，你一摆街道，你甲看就知影。啊，阮寺庙就想啦，当就想讲，阮老师就讲，当伊就因啊，这都落地啊，就想。想讲伊即款的淫罪啊来受刑，我嘛无办法通救伊啊！我也是一个凡夫俗子啊，哈！啊，这张面上天嘛无法度救伊咧，哦！伊就阮师妹就安尼想，是安怎样啊犯淫罪会落地噶咧？因为哦，伊真够过翁，安怎过翁？一世人哦，过四五个翁啦，哦，哦，若毋是死去，啊，就是离婚。哦，我转着讲，看因人啦垃圾，啊，就无爱离，啊，就搁再离婚。啊，所以。一世人嫁四五个翁啦，嫁四五个翁啊，啊无生囡仔，无生囡仔，后来就分一寡许个新妇啊啦，吼，分一寡查某囡仔来做新妇啊啦，吼，新妇啊，你爱你听有啦吼，啊，最后嘞，因个翁死去嘞，啊，因阿姊无法度做生意啊，啊，无法做生意，就爱因遐许新妇啊，落去谈啦，若要讲落去谈，啊，你就听我啦吼，落去谈，迄当时啊。变做老仓啦，啊，佫叫一寡变做老仓。迄当时阮寺庙定来个靠近，唔听，强强叫这姊妹啊，强要绝气呢吼，拢一路吼，到无外久呢，啊，他就死啊了。啊，死了后呢，啊，啊伊话，佫真有灵感呢，吼，就来甲阮寺庙托梦呢，讲妹妹啊，你着救我哦。我即摆去出世做狗啦，因为去地甲受刑，啊，过来出去精神。我出世做狗啦，啊，阮师妹也面盲了后，就对老师讲：啊，呾出世做狗，啊，呾狗毋知一倒伊啊，伊嘛毋知啊咧。哦，伊想讲伊嘛想讲呾要出世做狗，毋知咧吼，哦毋知。但是迄当时伊死的时候来通报，死来通报阮师妹啊，迄天哦死了后我来通报，啊，马上就甲带掉啦。啊，马上代掉！阮师妹讲，啊，当就代掉啊！啊，就安尼哦，都无摕这个香电料去引导就对啦。啊，无摕去的时候，但是阮师妹伊知啊，知当时因大姊要死的，伊哦要死的进前身故，也够二十万。啊，二十万在民国六十四年，即马已经民国百把年啊。若要讲过六十年前，哦，迄二十万钱算嘛袂细啊啦。阮师妹讲，安尼生活袂艰苦啦。啊，我摕香电了去嘛无效啊，归去啊，做迄钱就甲花香，做善事而已啦。吼，我讲啊，好啊，吼，互人讲无钱嘛袂要紧啊。吼，搭小妹也无来，啊，无啊，算了，无啊。过了民国六十五年五月尾一日的中下昼时啦，下昼时哦，阮师妹吼坐蹛伫厅里啦，啊，坐蹛伫厅里啊，忽然间哦有一只狗母啦，迄狗母哦蹛。在一直看阮师妹哩，阮师妹想讲安那打啥啦，啊，但那一直甲看，啊，形体是三比八，哦，安尼啊，因为啦，伊个生囝出来形体，阮师妹看知影，讲啊，啊，这才就生囡仔哩，三比八哩，啊，啊，唔过迄当时咧，阮师妹想讲要来甲讨食，啊，唔过咧，阮师妹听阮老师的道理了后，就改善放生，无饲精神啊，就无饲啊啦，就无饲，哦，无饲只鸡啊。啊，煮饭就真少啊了，所以阮师妹就想讲啊好啊，啊伊都一直甲看，我来甲隔壁吼，甲伊分一撮饭，啊就甲夹出来。啊，伊只狗母啊，就一直走，因为啊，阮师妹伊个布换脚遐一草埔啊，哦，因为哦，第二来啦，啊，即摆无啊啦，即摆伊无住伫遐，我捌去我知影。啊，伫个草埔啊，啊，啊伊去伊阵啦，吼，迄阮师妹就去咧，去个草埔啊甲看咧。看者，哇，差不多几人，六七只小狗仔囝啦，啊，六七只狗仔囝咧，想讲，哎呦，啊，今是要安怎呢？啊，就去甲因咧隔壁吼，啊，就大概分一寡饭互伊食咧。后来阮师妹每工拢煮一寡糜啦，哦，一寡迄糜啊，就去甲伊饲啊啦，就去互伊食。啊，阮师妹就甲讲道理哦，讲恁啦，恁就是情绪无收啦。啊，五伦无分啦，啊，啊，这嘞吼，这嘞，这尼啊，出世这狗啊，你阁无人饲啊，吼，啊，这可怜，啊，你就是查甫查后乌白来啦，你后盖吼爱守规矩啦，好，阮师妹住喺狗仔囝遐，甲讲，甲讲道理啊，甲讲，啊，好好啊守，我爱甲讲个道理啊。到六月初有一天嘞，乌天暗地啊，啊，滴要落雨啊了，啊，滴要落雨，阮师妹就学遐感冒啦，
感冒，相信咱只要较侪话人知影，迄感冒，往迄滴啊做迄感冒吼，迄样吼咱较早，往迄感冒想讲到乌天暗地啊，只狗仔去啊喊一下，搭袂阿苦要安怎哩？除了感冒就甲安尼甲甲滴啊哩，啊再摕一寡草甲砍哩吼，迄不哩不哩煮啊，你电脑伊就跳舞，啊伊就跳舞啦吼，啊搭就甲藏啊度，惊伊压着吼，啊了后迄只狗母吼，阮寺庙是甲迄狗仔只。安排好势哦，爱狗母就走去啊，都无看到咧。尾师吼，要来报阮师庙，我只狗仔无去饲啊，你共款啊。啊，但是呢，了后呢，啊，带伊达到阮师庙，逐家都创。啊，安尼了后，迄狗仔一直死，一直死，一直死啦。啊，你一直死，死到剩啊，剩一只，全身骨拢白毛。在迄当时啊，六十五年啊，六月初六啊。迄当时，阮老师打坐的时候，咱李顺良祖师才出世，出一首诗，安尼讲。我怎啊讲，都死甲剩你只白毛呢？啊，祖师吼，咱老师哦，打坐坐禅，啊，祖师才出这个诗，讲：前世好缘失福多，今生作欠报其天，将来求妹能修养，脱体修心改业缘。伊讲哦。精神就是啊，我就讲好个嘛，搞嫁翁啊，啊，我自因个查，因个迄个新妇啊，甲压落去谈啊，死了做查某人个多啦，即世来做狗啦，啊，要来再来报着伊个罪过。伊讲将来啊，即摆就是要来啦，来要来救吼，救阮师妹啊，救妹就是救阮师妹啊吼，有法度甲伊收留，甲伊饲，啊，伊要用即个狗仔个身躯要来修身养性，要来解除伊个罪孽。我要改对个只，啊！呾，阮师妹知影啦，咯，查甫即只白就是因阿姐哩。落尾伊则个因为因老因阿大姐在剥莲啦，啊剥莲，阮师妹则个火在白莲，哦，伊只狗个火在白莲。自安尼啊，阮师妹知影咧，啊，祖师出世啊，讲迄只狗就是因，就是因大姐啊咧。啊，所以啊，伊就想尽要认真要甲教啦，无论放屎啦，放尿啊。拢叫伊吼住一个所在，啊有哪甲教，有哪甲伊教，啊吼啊叫伊来拜祖师，吼来拜祖师啦吼，啊就跪住迄搭吼来拜拜，因为阮老师伊都采五姓人咧，吼听吼，啊就来住遐拜，叫来跪拜，啊就阮师表因为有念经的习惯，吼那闲有早暗都有念经，啊就叫住遐念经，啊了后才过去叫伊来，吼叫来跪个，啊就安家家教就对，结果咧。这只白莲啊，拢做无到，拢无法度做到。迄当时哦，阮师庙就足烦的啦，足烦的。我有哪个教拢教袂咧？教袂咧？到六月六十五年六月二九，啊，祖师才阁出一首诗，就是讲：多将六世拾得夫，世世个个都成仙。白莲忘记前生事，教书耐心无害烟。这就是咧，要来考古阮寺庙啦。讲你来啊，讲那大众生啦，团队人嘛，同款啦，啊有迄耐心嘛、啊，吼、哦，那讲那咧团队人吼，那咧大众生啦，像咧食迄豆腐，讲迄豆腐软软甲骨折都贵，无遐好啦。道理嘛爱慢慢啊，慢慢啊，解看吼。伊、哦、只要伊若要听道理，啊，你都爱慢慢啊吼，唔、哦、是讲要互伊了解，哎，无讲。一下就伊就了解，啊，慢慢来看，吼、哦。伊讲那是咧，像咧食豆腐遮尔紧哦，啊，世间大家拢新鲜啦啦，哦，天顶拢全鲜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做事，讲白莲啦，就是这只狗啦，已经袂记你前世代志啊啦。啊，你今仔甲教，你就爱有迄耐心啦，唔通变多啦。哦，叫阮师妹讲，唔通变多啦。啊，当阮师妹听，看到这首诗了。都真正咯，真拍拼咯，哇！都温温啊，真有耐心，都有那个教，一直个教，一直个教。啊，你若要放屎，就带啊有那个坑咯，喏啊放就带。啊，真正后来呢，哇，真正有影。后来吼，这只白莲咯，真正会用个讲是吼，无论放屎放尿，伊家己会走去一个所在，甲教到尾真正都会使了吼，伊都安尼哦，一直个。啊！老师，阮师妹来迄个念经的是跪落去吼，伊嘛照常跪落，跪落啊！啊，有当时啊，阮师妹来甲伊开玩笑，爬起伊嘛去爬起，啊，阮师妹搁跪落，伊都搁跪落，足听话，
佫袂肥，拢袂肥，拢守规矩，吼，拢吼看人来拢袂肥，人要讲伊就讲要修心养性啊，所以你袂肥人就对啦，足守规矩。后来到65年、85日啦，啊老祖师才佫出一首诗。咱即摆佫来看李顺的祖师，你讲我伊教伊嘛也修啊，你看，讲李顺讲现在啊欠百年，雕饰念心经，过万自消业。功成盖万千，伊这就是一种个赞叹啦。现在就是赞叹，讲现在这条，因为伊哦，这百年嘛，大家拢伊哦教百年。伊讲伊早暗哦，拢来咧念心经，安怎念心经？伊教袂讲话啊，唔过用心咧念。我就讲也袂肥人啊，足水心规矩咧哦，放屎尿拢安尼。啊去带念经嘛，带教互师妹啊跪哦啊拜哦，拢照顾来哦，拢反正拢袂肥人就对啦。伊讲哦，伊。讲你念心经啦，讲过满啦，伊个过啦满，自然就消掉伊恶业；功啦成，就解掉伊吼，伊过去的这冤欠哦。啊，即马当安尼了后呢吼，啊，即只白莲就较大只了。大只，我老师啊，就想讲啊，即只白莲只大只，还细只，以前较高拄啊细只，啊，就特别啦，我用个板啊甲钉哦，钉一个较大只的高拄啊，要来互伊大了，要互即个白莲大。我这是简单讲啊，结果呢，带一暗名，带一暗名，啊，伊就死去啊。在这个1965年9月25日，祖师才阁出世就死，就是安尼讲啦。宝莲叶满上西方，母乳东修显六年，明苗苦心无白费，师弟努力将夫行。伊娘啦，因阿姊有这宝莲啦。啊！即摆伊即摆死去啊！去西方啊！所以无叫伊白莲啦，叫号做宝莲啦。讲宝莲啊，讲因阿姊即个恶业啊，已经哦消尽啊啦，已经去西方去啦。但是咱来知哦，西方有两个哦，后天的西方哦，咱啊爸母若死了后，你甲办事一直往迄落。人要讲吼，爸母若无做歹代志哦，啊7至49天内哦。你回向吼，做善事，唔是做西工哦，嘛唔是叫人念经，迄无效哦。你回向吼，或是要去吼东岭救济啦吼，还是讲去倒位啊吼做善事，回向来爸母，啊爸母家杀去去西方有500年，啊来家己修有1000年，啊所以伊啊吼，啊今即摆即伊就去西方啊啦。啊伊讲母乳，啊那母乳，即就是寺庙的老母，唔是伊的大家啊，伊的大家已经成真人啦，脱世死啊。啊！因这个老母啊咧，嘛去西方，哦，寺庙的老母啊嘛去西方，母啊囝啦，在西方咧享受啦，咧快乐的吼，快乐的日子啦。明庙就是阮寺庙的道号啦。讲明庙，你的苦心啦，无白费啦，哈，这是阮祖师家讲，讲你安尼用尽苦心家运啊家，无白费啦，啊，都让伊呾只啊去西方啊享受啊咧，啊。但是哦，你一定啊，佫较更加努力哦。啊，对阮老师哦，蒋夫人就是啊，对阮老师哦去传道。所以啊，阮师表吼，我以前那阵讲的，阮师表后来家己传道，伊即摆嘛成菩萨道啊。所以讲来讲去，就是个人啊，家己修。你吼袂用个靠啦，袂用个靠。有安尼引进哦，咱了你就知影咧。哦，做教伊卖修咧。哦，咱祖师甲你启示吧。哦，第一，咱传道的人哦，爱有耐心。爱唔通贫惰，听道理的人嘛同款哦，爱有迄耐心。我讲你看恁遮拢，大家吼拢，无啊要讲无，一般的人你讲坐一点钟要坐来调，我带厝里来，翘脚练喙手来看电视唔够，啊带遮来，你就是有善根啦，哦，所以善根爱有善心，爱有耐心，唔通贫惰。啊，精神啊，伊嘛有法度听咧。所以咱听道理了后，咱来家己悟，啊，家己修吼，那吼嘛有法度修吼，咱来家己修，唔是唔免靠。你若家己修，像这观世帝君，伊在世嘛是家己修，也是大义参天呢。哦，你若看伊哦，大义参天，伊嘛家己修。所以呢，伊死了后，你看伊万世人咧家调养，像咱遮大家拢要甲拜。希望咱嘛安尼来修，啊，大家吼唔免吼。所以精神啊嘛赶快有法度修，看。啊，精神都有法度修，啊，咱人无法度修，啊，实在吼，我安尼咱就较输精神咧，所以咱互相吼爱勉励吼，啊，即摆就是即个角色，真正讲万恶淫为首啊，千万咱唔通吼，
家己有某，家己有囝就好啊啦。诶，有某有翁就好啊，唔通搁到外口后边来。啊，恁搁做一寡善事哦，守规矩哦，相信后界拢有法度上天。我嘛希望咱大家吼，我嘛即个我嘛咧修啊，咱大家手牵手，希望咱后界啊，我都来上天。我这世间无遗憾啦，希望咱上间见面。我会上遗憾，所以吼，我希望咱大家打拼修，啊尽量修，希望后界等来上天，咱有法多机会来见面。啊，最后我祝福咱这些大人大弟、师兄师姐身体健康，多加精进，谢谢。有台南人的心中，望高下面，担多是不担钱，心是功德宝，身是。功德的根本。